这就是主办方的尊严，哈哈哈哈！太他妈爽了，当主办方。哎哎，忘记放广告了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好的都要随叫随到，送得好快。饿了就要饿了么。我家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记忆中呵护的温度。我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独立后体贴的温度。我们的第一台热水器，那是团圆时幸福的温度。万家乐，温暖我人生的每一个时刻。万家乐，乐万家。好，再放广告，再放广告，不要说话。好了，来了啊！这场是Duck对版本。敌人在地图下方五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 Duck， 地图上方十点钟方向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版本。对，版本今天是上来就淘汰了书本，二比。我告诉你，经过上一周那一次，他说明让他们知道一个道理，谁才是大哥，谁你妈说了算？是的呀，妈了个鸡，我们也有脾气。You said the calculation。闭嘴，那都得死。孙一凤 calculation。对吧？他们都现在都知道 don't forget 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虚的一逼。我们就是 said calculation boy。马上这件衣服就出来，以后你们穿着这个衣服在校园里面走，这感觉很帅。I said calculation， 这件衣服，你妈走在路上，没有人敢跟你们那个，没有人敢跟你们搞，都知道你们是大哥的人。哼，妈的，干的就是大哥的人，好吗？到时候，好，绕两条狗，这两条狗绕的还挺精髓的。这个口如果不堵的话。哎，他那么绕啊，绕的有点远，对吧？这把本也不飘呀，他房子看着你不飘，他也不过来。对，很有牌面，是个有牌面的呀。关键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，后来你，我不知道你在不在，什么？不是圣亏说完了，他不是走了吗？啊，他不是他们你妈一定要任性一次，然后他走了，然后韭菜跑过来问我，嗯、啊，他说你妈的圣亏买一次牌面，那个买一次牌面多少钱啊？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妈的那个你妈的有牌面人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妈你现在说的一切话，妈的都是在害他。我害了他什么？他你妈一定要强行，你妈要有牌面一次，我怎么害他？哼。老子你妈昨天该说的都说了，他你妈一定要刷起来，刷起来！妈的，刚刚黄一东说了那么多，你们刷起来！肾亏牛逼，肾亏是有牌面的，肾亏有牌面！我靠，妈的，黄一东真的是好亲戚啊！我靠，凯子小张，妈的，他你妈自己昨天说的，他要扬名立万，我们怎么拖他妈，拖都拖不住。然后关键是韭菜听完了之后，韭菜说了一句，他说也不贵呀、啊，让我也买一次吧。这你妈！你妈个鸡，很糟的猪。好了，看比赛，看比赛。好，
先知也是没搞到什么东西，把本直接一波了嘛，六兵营，然后开矿的。不过你这个大哥看到大哥还在补农民啊，这有点难守呀。这时候不补蟑螂，我就要找。啊，这农民数量有点多了，大哥啊。没事，他狗跟着你的，你刷不出闪电。现在他们的现在他们的理解就是这种，先你妈跟你一波，用狗跟你一波，然后拖时间。走，对你好了，这个时间就拖够了呀，这个时间就拖够了。关键是他，哎，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。感谢在座的弱智观众的一个飞机。真的光明请魔王。哎，你不要请了，你妈魔王主动去约大哥吃饭，老子你妈都受不了了。你给老子闭嘴！老子就问我问魔王，我说你妈的，我说你他妈你闭嘴！你眼睛瞎了吗？你他妈都去找大哥吃饭，然后他说没有啊，你不觉得大哥的眼睛炯炯有神，看起来就特别帅吗？给老子闭嘴，黄旭东，老子你妈的这还不了口，你知道吗？魔王这样跟我说了一句，老子问你几时瞎的你。真的呀，我不骗你们呀，昨天老大有聊天记录，妈我可以放给我可以放给大哥看。喂，老子不要看，你去死啊。妈说了一句、他这两个白球有点帅啊，这两个白球他背后有那个光圈，你看到没有？对呀、他皮肤的呀，这两个白球有点帅啊。羡慕嫉妒，我又不羡慕嫉妒恨的。今天我跟你说大哥，今天我不把你的图放到那个朋友圈了吗？什么图啊？就是你那个左拥右抱的那张图，然后呢？然后雪兔跑过来问我，说什么情况？然后我说没什么啊，干嘛？妈的双线了，给老子闭嘴！不要你妈的再说再黑老子了。先看一下双线。两线，这波还有点凶。这白球家里面没打死的。家里面没守住。大哥，这个甩的也还可以。可以。哎，这波防的有点好。防住了，这波甩蟑螂甩得非常的漂亮。哎，他不让你走，他拖的有点好，主要是刚才那个小狗，农民也没怎么死啊。我看出来了，打 ZVP 就是要出蟑螂防守，只有蟑螂服最稳呀。对，不要跟我说什么狗毒吧，这种都不靠谱。现在反打一波，你告诉我，把本用拿什么来扛？你要知道，他可是把本，一会儿让你知道什么叫立场。干嘛？对面的也是大可好吗？那也是啊。哎，今天夜蝶打大可差点赢了，是吗？对，2-1输了。夜蝶，我感觉细节做好点有机会的。希望夜蝶能够努力吧。哎呦，再来一排立场，第二排，走。没用了，这个你没有输出来，这个主要是没输出。大可就是这种特别凶。就是这种，他的正面压你，就背面会分几个蟑螂打你多险，就很烦。对，特别凶。这那么狠啊！他怎么？没气了。真的，这波反打真的有点猛。对，1-0。好，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，然后雪兔来问我。回来了。雪兔问我，然后问我什么情况？我说没什么情况啊，干嘛？大哥找他们两个出去吃个饭呀、啊。我说你要不要来嘛，然后他跟我说了句不算了，我在远处安静的看着大哥就好了。闭嘴狗逼，你妈的，老子要不要我现在截图给你？老子不要你妈的，你去死，不要再跟老子说任何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了，去死啊你这狗逼。哎呀没什么，招人爱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毛，你给老子闭嘴。是的呀。我告诉你，刚才那个你们说说出这句话，我们还没进来，这句话就说明一件事情，就妈我们两个现在在他们心目中也很有牌面。是的呀，你看主动邀请我们，那有牌面的一逼。因为我们白花的呀，你妈每个星期花500美金，一个月也要花2000美金买的牌面。就我们一人一个月花了6000块钱，你妈的没点牌面吗？
你说的，我们六千不止，六千五，我们一人花了6500一个月，他妈买点牌面怎么了？你说的没错。好，第二场啊，正在进入上方的时间发现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 Dark。中间丢下方的无底洞发现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拔本，感谢的在座的弱智观众的一个飞机。我今天开到这个嘉兴服务区啊，我已经感觉我自己要死了。你不是你老婆在开吗？没有，我老婆帮我开了一段，但是我还是在我开，她昨天也没睡好。你先 OB 一下，我靠，这个 OB 有点。你怎么知道我在 OB 吗？那么多 OB， 随便找一个。我随便找一个，我回个电话。我到嘉兴服务区我已经要死了，我跟我老婆说，我说稍微休息会儿，过15分钟来叫我，稍微躺一会儿，太累了，今天。我昨天晚上，妈的为了妈的帮盛坤，你妈的聊跟盛坤说妈的冷静一点，不要去当凯子这件事情，妈的聊到了3点钟，那3点钟才睡觉。然后8点钟起来，然后去录东西，录到下午4点半，然后直接妈饭都没吃就直接开车回来。啊，最让我烦的就是刚好遇到了上海不限行，不能够上高架，妈从宝山往只能通过外环高速拼一枪上高速回杭州，快死。掉了，外环高速又堵的一逼，哎，真的，这真的累。现在我能坐在这儿跟你们聊人生、聊理想，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什么 SNIS22，妈老子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我知道是那个 Tom 这狗逼，你妈各种在黑我，你们妈不要当真，我靠，智要有智力，你们这种明显你妈这种黑的，你们还你妈各种在想这种事情，我靠。好了，使徒先过来飘一下。大哥这边很聪明，第一时间绕了两条狗出去。他现在很大胆，他就用女王来防守。反正你飘不进来，你不会飘的，他这么想的。这个心理博弈非常出色，果然是没有飘。啊，强人竟然看到 VC 了，那就没问题。大可的前期的细节太好了，太完美了。啊 ，VC、VR 都被看到了，就知道是一个引刀和白球的开局了。引刀白球四比赢，这是把本非常喜欢用的套路，但这是没有用的。大可这样看到的话，他直接下蟑螂塔二本身快一点，防守起来非常稳。这盘我感觉慢慢的把本就有劣势，就看他这个白球烧的怎么样了。反正引刀是肯定没机会的。大可的这个二本时间是算过的，你引刀过来的时候，我刚好可以变出眼睛。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结束了，还没有结束。26号到28号是高校赛，虽然在杭州，但还是要去。然后6月1号到6月4号是 WCS， 那奥斯汀又要去熬通宵了，去上海。奥斯汀完了就是铁人五项，哎呀。
想死呀，来了，白球来了，没机会啊，防得很好，这个防得太职业了，双飞。不愧是 Duck， 你再怎么飞都没用啊！把本现在就一定要拖住 Duck， 让自己三光稳健运营。但 Duck 这一波如果爆蟑螂的话，其实把本很难守。没什么机会，都防住了。哎，这虫族为什么那么可怕嘛？一点机会都没有啊！太可怕了，这个虫族。来回绕，烟囱农民，对，没杀什么东西。大家这时候分一波蟑螂，但家里面二矿被搞了。你过去的话，你过去二矿房主矿要被搞，就看这波蟑螂能不能立点功了。这波大可是因为分了波蟑螂水，所以说他的节奏是乱了。但这波是反打很厉害，哎什么打呀？多反相当厉害，三矿应该是要掉，把本想守，哎，掉不了。强行掉吗？掉了，双方掉了，家里面还在烧，双方的抗压能力都相当强，都各种在两线甚至三线进攻，正面感觉要被捅穿了。哎，不会吧，这都捅穿了。好，刷把引刀，但后面有一个，哎呀，堵着被砸掉了。不会是 Duck 呀，太猛了，这个不久还有一只才能造出来，但出来也是被秒。太猛了，大可。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两个人有大概有一分钟时间，在两个人都在两线抗压，甚至三线抗压。他妈，这又回城又是什么鬼？回三矿呀，干嘛？哎，太猛，大哥真太猛。然后呢？然后把本活活的被多线这种多线抗压弄死啊！那么凶啊！那不是大哥进四强了？对啊，吕布有。